写着张灯结彩，阁有一条龙的图案的红梅啊，是为着今年台湾灯会伫彰化鹿港所缔造纪念梅啊。即马中台湾的乡亲只要捐出五张的发票，就有当免费来得到哦。好朋友哈，给我们大肆的宣传。为着帮助社会福利团体来看无更加侪发票，同时也来宣传两年的灯会伫鹿港，彰化县政府是特别举办了看无捐发票、寒冬送温情的活动。是我们农历年前。发动这个捐赠发票的爱心的活动，这次啊，我们特别哈、跟我们在地的产业织袜业者哈、来合作啊、特地限量精致的我们的爱心龙灯会纪念的袜子2000双，上呢总共有5张。现场提出五张发票，当场来观战。彰化县副县长林登富除了强调，既然卖啊只有限量2000箱，也呼吁各界民众会当赶紧收集发票，再来到彰化县政府的服务台来兑换。从即日开始哈，到我们县政府一楼，民众只要捐赠爱心发票5张，就可以兑换一双纪念袜，一直到换完为止。我们欢迎民众哈。热烈的、踊跃的来捐赠发票，把爱心哈满满的爱心关怀送给我们的弱势的朋友、社福机构。这个捐赠发票的民众大概有减少到2到3成的这个程度，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子的活动来唤起民众的共同来付出爱心，来关心弱势或者身障团体哈。因为今麦发票最高奖金提高到1000万，等待减少民众捐赠发票意愿，地处真侪社会福利团体也减少了发票奖金的收入。彰化县政府举办这个活动，也希望。抛砖引玉，呼吁大家会当多多乐观发票。记者金凤山采访报道。